God will take the worst and use it for my best. He will use the very worst that comes into your life. And he has this amazing power to twist it around and begin to make it as like a chisel on a piece of marble to make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that beautiful person is you from the inside out.在早期教会，耶稣来过，他已经复活了。教会在所有这些家庭中增长，但主要的仍然是在耶路撒冷，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耶稣复活15年之后，大约是在主后46、47年，逼迫发生了。你要明白，你若是跟随耶稣的人，你在犹太人的家或者是社区说，我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很多家人都会说，你不再是家庭的一份子，我们把你当作死人。所以此刻有逼迫。注意看雅各书开头的话，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写给谁呢？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换言之，这里有经济的问题，有家庭的问题，他们的地理位置、工作，就像发生了新冠一样，他们的世界天翻地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家庭破碎，他们绝望受伤，有情绪的问题，有经济问题，有家庭的问题。我肯定他们会说，耶稣，我们跟随你，我们爱你，我们将信仰分享给其他人，你在哪里呢？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牧师、长老写了一封信，大多数神学家都认为这是新约的第一封书信。如果你没有提前阅读的话，下面是我期待雅各会说的话。用我的话说，就是哇，所发生的事真的很艰难，我真的很难过，希望一切都好，请试着保持精神，坚持住，伙计们，继续爱耶稣，我希望有一天事情会好起来。真的很抱歉，但这不是雅各说的。他对这群人说，请仔细听，对那些正面对这些事的人，请你们记住，破碎的家庭，孩子不再与神同行，背叛，婚姻中的问题，经济的压力，你有这类的问题。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不认识你们，但我经历了我妻子的癌症，经历过儿子的叛逆，在很多年前，我在侍奉中被人背叛，他们拿走了很多钱，我什么也没有了。我就想，神啊，你在哪里？把这当作大喜乐真的很难，这对你来说讲得通吗？他要教导我们不做受害者，他要给我们生存的艺术。艺术中 A art 代表态度。我们一起来看看，你要问问三个问题。当你思想那非常挑战艰难的事情，也许你不能明白，你希望神能把那事拿走，不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当我的世界四分五裂的时候，我能掌控什么？我们常常关注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那个人会回到我身边吗？我老板会改变吗？经济会好转吗？事情会有转机吗？你控制不了的。有一件事你可以控制，那就是我的态度。以为这个词的意思是评估计算。这是个会计术语，不是情感术语。他不是说，哦，
都要以为大喜乐。是的，神，我的生活破碎，真是非常好，我没有钱，我的家庭处在……不是这样的，它是个计算的度量。看看所处的境况，你退后一步说，鉴于神的身份，鉴于这个世界和天堂的事实，因为神知道万事，他是全智全能的，因为我不知道的原因，他要么允许或是命令，甚至我就是混乱的一部分，但这就是我的处境，我要退后一步来考虑，鉴于所有的一切，我要把它算为纯粹完全的喜乐。这是一种态度，这个词字面上是不混杂的，喜乐是看整个情形全部的体验，因为信心来自于神。他说，当你遭遇各样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不是从撒旦来的试探。这个词在新约中只用了两次，另一次是用在路加福音10章30节。如果你记得的话，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圣经说他落在强盗手中。他这里所谈到的试炼是临到你的外在的环境，你不能控制，但他真的把你弄得一团糟，你不知道要怎么做。注意，这是个命令，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不知道你们，但这非常非常难。我读过很多书，我喜欢读传记，传记都是故事。对我来说，人们经历非常艰难的时刻，其中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是叫做维克多·弗兰克尔的人，他在德国的纳粹的集中营里面，大部分人都死了，那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可怕。他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有人问他说，你是怎么度过的？关键是什么？我不会忘记的，我实际上把它写下来了。讲到他在纳粹集中营里坐牢的经历，他说，一切都能从男人或女人身上夺走，但有一个除外，人最后的自由是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道路。看，这不是关于情感的，这是个选择，基于神的身份，他所允许的以及他将要做的一切。很多年前，我住的街对面有一个人，他是一个橱柜制造大师，每个人都想要他的作品，他为非常高端奢侈的家庭制作非常漂亮的橱柜，他有非常好的工作。有一次有人在扫巨蟹，他把这事忘了，他有一个仓库装满了很多的橱柜，要放进这些家庭里面去，他们会在接下来一两天放到这个家庭里面去。工人被绊倒了，有什么东西擦出了火花，火花碰了锯末，几分钟后东西就烧了起来，他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一切都没有了。我记得我看见他在前院里面，真的是嚎啕大哭，然后他开始四处走动。我说，佳丽，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他开始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他在火中失去了一切，他房子有个大窗户，有一把椅子，从我们的厨房窗户可以看到街对面只有很少的住房，从窗户你可以看见他。他得了临床上的抑郁症，瘫痪了，就好像他的人生结束了一样。慢慢的，他意识到他不能永远这样，他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漫不经心的基督徒。他理智上相信耶稣，当事情很难的时候，他就会有更多的祷告。他不是定期去教会的人，但当我和他在街上聊天的时候，他知道我是牧师，他会谈论耶稣，但我不知道他真正的状况。一点一点的，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3年后，他重建了自己的公司，再一次赚了大钱。他把橱柜放进那些大房子里面，
我是说这个人真的很成功，这绝对是个真实的事件。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故意纵火。三年后有人再次烧了仓库，烧毁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在那三年中，我们有几次谈话，他开始是漫不经心的，你知道我相信耶稣，我受洗了并且祷告，圣经中的人物他们的苦难使他转变，开始跟随基督。火灾又来了，我不会忘记他后来告诉我的话，他说你知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出来，我的小孙孙在前院里面玩呼啦圈，他快要三岁了，非常的可爱的小孩，他说我看到那个孩子把他抱起来，我说赞美神，我还有家人，我有家人，然后我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说我开始绕着街区走向神歌唱，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主啊我不明白，但你赏赐的你也可以收回，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说我有家庭，我有一个漂亮的孙子，那是木头，那是钱，来了又走。你在哪里？你是受害者吗？还是你以永生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的人呢？不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而是问我能掌控什么。第一点就是你的态度，态度是主啊你想我在我里面做什么工，更大的蓝图是什么？你知道我渴望我的婚姻能够重归于好，你知道分居要了我的命，你知道这有多难，你知道在新冠疫情过后我们所面对经济的问题，主啊你知道我的痛苦，神啊你知道我担心我的一个孩子，我可以发牢骚抱怨，但我要把它视为大喜乐，所以我要问这个问题，你想要在我里面做什么？当我知道后，我希望你明白，我愿意向你感恩，以信心来赞美你，因为你要么是为了使我得益处，要么就是你允许它发生的，要么它是一个错误的结果，或是我的罪，或是灵性上的反对，它甚至可能是慈爱天父的手和他恩典的某种作为，给我的生活施加压力，帮助我依靠和成长。你可能是为我无法想象的更大的事预备我，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求你向我显明，但无论你是否告诉我，我都会有愿意的态度，我会选择喜乐，选择感恩，我都会选择喜乐。全知全能全智的神，为了我不知道的原因，他要么允许这事发生，要么命令那事发生，为了什么呢？为了我的益处，为了我的益处。有人曾正确的观察到了，爱是早期教会的信息，但他们的名片是喜乐。你知道吗？早期教会没有场所，没有钱，被逼迫，被视为邪教，他们不都是犹太人，他们不敬拜凯撒。你可以阅读早期的文件，基督徒被视为一群奇怪的人，藏在洞穴里喝血，当他们见面的时候彼此亲嘴，像傻子一样的彼此给钱。我的意思是，我们回头看发现，哦，他们很好很棒，我告诉你们，是因为他们的喜乐。那时在罗马统治的时候，你若有孩子，他会有一个父亲和家族的名，如果有孩子出生是个女孩，但她想要一个男孩，就把她扔到垃圾场上，如果这孩子有一点恶劣可能会有问题，他们会直接带走孩子，把她扔到垃圾场，是完全合法的。基督徒妇女会在垃圾场旁边等候，他们会捡起孩子，他们会爱他们，抚养他们长大。谈到瘟疫，因为我不认识的社会学家，他是有信仰的，也是非常有才华的社会学家，写了一本关于基督教的胜利的书，他试图解释到底是怎么从耶稣十二个门徒，然后也许有120个人和一个非常疯狂死而复活的故事开始的。
这一小群人是怎么从以色列这一个小小的地方，从这个小地方，在主后313年，是罗马帝国6000万人，以他的估算有3300万人都成为耶稣的跟随者的呢？他可能不相信圣灵或是神的作为，他的解释是，那时有3个重大的流行病，我们遗忘的流行病，比如说小儿麻痹症，有些事我们甚至不再考虑的。流行病来的时候，一个城市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全都会死，富有的人会跑到山上，留下来的只有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因为照顾他人而死，实际上是以殉道者的身份安葬的。他说，在这三大流行病中，在那些大城市的地区，当一切恢复的时候，剩下的人要么是耶稣的跟随者，碰巧活下来了，要么是被跟随耶稣人所爱，使他恢复健康的。然后人们回来的时候，结果就是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透过什么发生的呢？透过苦难，透过难处，当各样的试炼临到他们，他们都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在新约当中有两个字用来表示知道，一个是作为事实，是客观的知识，二加二等于四。但这里不是这个字，新约中另一个表示知道的字是从经验中知道 ,ginosko, 就是这个字。他们把它当作大喜乐。雅各在与主同行15年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我们全都经历了，我们知道，我们总结所有的喜乐，因为它带来忍耐。我们全都经历了在忍耐中所发生的改变我们的生命。第一个问题，我能控制什么？每一天我可以100%的控制我的态度，你也可以。第二个问题，你今天必须要做什么好度过难关？答案挺难的，是忍耐，是坚持。我希望你们回想所面临的挑战艰难，好吗？想起来了吗？你知道我什么我还没有结婚对吗？哦，你们笑了。我知道有些单身的人真的爱神，真的是与神同行，真的是祷告的人，但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还没有升职？神为什么还不医治我？但你们选择喜乐，你们选择喜乐，选择感恩，选择敬拜，选择相信。但你是如何做到的？坚持不懈，你不放弃，不妥协。为什么？观点是从经验中知道，你的信心经受试验，就要生出忍耐，生出忍耐。这忍耐是神要改变你的生命，使你越来越像基督。这里试验这个词的意思是认可炼净。你们知道神会在生活中考验我们吗？这非常有意思。诗人谈到约瑟说，直到耶和华的话应验，字面上意思他赐异象给约瑟，直到神给约瑟的异象应验，耶和华试验他。你猜怎么着？这是我喜欢神的试验的原因，他想让每个人都得到 A， 他不希望任何人失败。但你学到什么呢？试验帮助你成长，他将要大大的使用约瑟。所以这里有试验。嗨，约瑟，当你家人背叛你的时候，你什么感觉？耶和华与他同在。约瑟，当你被诬陷的时候，你感受如何？痛苦怨恨吗？耶和华与他同在。约瑟，当人们忘记给你的承诺，你怎么办？还记得九正回到法老身边的事吗？在约瑟晚年的时候，他的弟兄们很害怕，他父亲已经死了，他们以为现在约瑟肯定要杀他们了。我不那么肯定，因为我不在现场，但我想他笑了，我想他对他的弟兄们笑了，摇摇头说，你们还不明白不是吗？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
今日的光景。他不只是保全了很多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国，还有全埃及。我想他遭苦难被试验，他也被建立，得以完全，他也被建立得以完全。所以当他有了权力，他没有败坏。当他有权力后，他使用权力去服侍。当他有了权力，他不是使用权力来报复他的弟兄，而是赦免。听起来很像是耶稣所做的，不是吗？我想约瑟在旅程中他不会用这些词儿，都要以为大喜乐，这是一个选择，不是感受。我想他有好的态度，然后他忍受。忍耐这个词非常有意思。我所有的儿子，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可能因为我爸爸是个运动员，我也很喜欢运动，所以我们要么打篮球举重，要么做其他的运动。我的儿子们好像五六年级，他们正要进入初中。我记得要进到初中里面，我知道这可能很难说，这是一件非常宽松的衬衫，我肌肉超级发达，绝对能撕裂，我有八块腹肌。我的意思是，当我脱掉衬衫，人们会吓到的。如果你相信的话，对吗？但如果你认为我现在很瘦，你应该见过我成长时期的样子，我真的很矮，真的很瘦。我记得上初中后，他们被霸凌了。我的儿子们，他们早期的运动能力不是很强，我想他们在初中会被杀掉的。这不全是好事，相信我，这是不要在家尝试的事之一。所以我决定我要帮助他们。他们名字是 Jason 和 Eric。 我说好，我们要早起半个小时，在你们去学校之前，我们要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我希望你们变得强壮，因为明年你不会想着说啊，爸爸我不想去学校。行， Jason 你先开始，你能做多少个？ OK， 开始。好的，一个半，我们要努力了。但是他比较胖，有点胖，但 Eric 真的很瘦，做了一二三四五个。我心里想，哎呀，他们真的有大麻烦了。所以每天早上俯卧撑，然后我抓着他们的脚做仰卧起坐，俯卧撑仰卧起坐，俯卧撑仰卧起坐，然后能做25个或者是50个。你猜怎么着？他们不喜欢。准备好了吗？他们不喜欢，非常厌恶。但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我觉得 Jason 照镜子说，哇哦，不是这样，要更夸张的说，哇哦哇哦。然后很快他说，嘿爸爸，你对我们有我们能做力量训练吗？所以我们开始卧推，他先开始做卧推，突然间他们变得强壮了。他们上了初中，然后继续举重，他们变得非常强壮，非常有运动能力。你们知道肌肉怎么变大吗？你们有些人是健身教练，我的本科的背景是生物力学和运动学，这里的这个字是 hypomanal。 hypo 是在什么以下， manal 是压力，压力。事实上有人花钱去 hypomanal 的地方，好，去 hypomanal hypomanal hypomanal，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你做三组的原因，你让人看到你做三四组的原因，是因为你在发抖，这就是所发生的。你的肌肉纤维被轻度的撕裂了。不连续两天做同样的锻炼，是因为不想把它们撕裂得太狠。你做一天上身的运动，第二天锻炼腿部，这是 hypomanal， 到了痛的地方，真的很痛，撕裂了肌肉纤维，然后就休息。当它们撕裂后发生什么呢？然后填补。当他们填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变得更大更强。你想让神拿走的也是你人生中最好的礼物，因为他试图让你强壮，他试图给你压力。从我个人来讲，我不喜欢去健身房。我为什么
我们又为什么要小组呢？我们为什么一起生活呢？因为事实上，每次我试图恢复状态并且独自行事的时候，我常常会放弃。但是当我和其他人或者两个人一起做，三个人早上见面，事情就是，哦，我完成了，三组都完成了。英格拉姆回来，我们今天做四组，我不想做了。英格拉姆坐下，好吧，你就做了第四组。然后三个月后你说，嗨，很高兴我做到了，这是我希望你得到的。 A 代表态度，都以为大喜乐，原因是什么呢？他生出忍耐，忍耐也要成全完备，这里用的词是 telios， 换句话说，就是从这里我们有望远镜这个词，就像从这里看外面的东西，这个词实际的意思是实现其终极设计的事物，神对你的终极设计，对我的终极计划，不像广告，不只是让我们开心，我想我们高兴，他也很喜欢，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但他最终的设计是让我们像耶稣，使我们成为圣洁。你如果关注在变得圣洁，你最终会开心喜乐的。你如果关注于高兴，你可能会最终会痛苦，因为下一件事，下一个成就，或者是你能买的下一个物品，下一段关系无法实现。如果你买一辆自行车，如果你有机会买一辆新车，买一个新的钱包，三天后它就是用过的，新车的气味消失了，钱包上有了使用的痕迹。所以神说，不要放弃，不要妥协态度，把它当作喜乐行动。我怎么度过今天？忍耐。另外，不要投射，不要预测，我下周不能这样做。你当然不能，下周没有恩典，恩典只给到现在，我现在就要相信神。第三个问题，我对明天有什么盼望？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神会接受最坏的情况，并使用它成为我最好的祝福。神会拿非常难的事，使用它作为你最好的祝福。用坚韧或与神配合，好让你成为完全，完全成熟。Telios 这个词，神可以完成他的工作，不只是对你有这样的设计，而且你要成全完备。这个词的意思是全面并且彻底的发展，没有什么缺乏的。神对你我生命中的挑战的安排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如果你想查看，你可以翻阅摩西、但以理、耶稣、使徒们教会历史和你所知道金钱人的经历。就我来说，我结婚了，他会使用你生命中最坏的事，他有奇妙的能力可以扭转过来，就像使用凿子在大理石上做出漂亮的东西一样，而那漂亮的人就是从你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作为耶稣的跟随者， Art 艺术中的 A 代表态度。我不知道你们，但我一直需要在态度上努力。最后我也给你们讲四五件神会使用好给你积极的态度的东西。然后是我对你们挑战，我希望鼓励你们能记住二到四节的经文，不是很长，我希望你把它写在一个卡片上，放在你的手机上，但最好是卡片上。然后我希望你们把它贴到卫生间的镜子上，贴到你的车上，自行车上，或者你每天看到的东西上，或者是在你的圣经上。然后每当你开始发牢骚，开始抱怨的时候，顺便说一下，也包括内心的抱怨，你说为什么是我，我是个受害者，我希望停下，而是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我要把一切都当作喜乐，我要绕过封锁，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是帮助我的，神是万能的，是全智的，在他的时间他会改变一切，在他的时间他会赐我一切我需要的。有时神迹般的救我们脱离某件事，更多的是他借着事情来拯救我们，有时候他把我们交给他自己，因为虔诚人的死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宝贵。永恒的视角让你能把一切都看为喜乐，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这力量能让你面对事情的时候越来越好，这很难。因此我们需要彼此，因此我们不能独自生活，因此我们需要神话语的真理，因此你需要和其他人一起进行小组，这样当你开始挣扎的时候，他们可以让你振作起来，当他们开始挣扎的时候，你可以帮助他们振作起来。这是这本小册子的第一个信息，他们准备贴一个小的二维码，这个是视频，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免费获得信息二和信息三。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改变世界的基督徒就是不是虚伪，只嘴上说赞美神，不弄虚作假的基督徒，而是那在最痛苦的时候以诚实的心与神同行的基督徒。他们选择一个态度。接下来的信息回答了这个难题，我想有好的态度，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是应该换份工作吗？我的伴侣现在与他人同居，我们应该继续分居吗？我应该结束这个生意吗？没有什么经文是关于这些事的。下一篇信息是关于资源的啊，神要给你资源，在一个条件下，他会告诉你下一步具体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有这本小册子，你会在第二讲中知道那个条件是什么。最后，我要请你们低头，请你回想你心中的那件事、那个人、那个挣扎，你希望神拿走的那件事。然后我希望你从心里说，主耶稣，我感谢你让这件事发生在我生命中，不是因为我喜欢它，而是因为你应许要使用它成为我的好处。主耶稣，靠我自己他会压垮我，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能力，我需要你的百姓，我需要你的话语，所以我求你赐下恩典，让我不放弃，不屈服，不屈服。我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他人比我更加的受伤，不是关注我自己，而是让我能帮助他们。接受你的应许，付出我的爱，我的时间，将我的资源给那比我更加受伤的人。你的慈爱上天下流的倾倒下来，再摇一摇，最终也使我受益。今天你若是来参观 CCF， 或者和朋友一起来的，你心里想，我不确定我听过这样的耶稣，但我愿意他成为我的救主。你知道他在邀请你，此时此刻就是你所坐的位置上。他说，看呐，我站在门口叩门，他在敲你的心门，若有开门的，我必进来。他真的会进来与你同活，与你同吃，一起生活。圣经应许，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正如很多人打开他们心门相信他，很多人接受他，他真的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若从不相信耶稣，你若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以问问和你同来的人，或是问问在这里工作的人。神爱你，他想要赦免你的罪，翻转你的生命，赐给你盼望。所以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看我们现在一切都以为是喜乐。神的百姓同说阿们。